这次的这个展览呢，我感觉是吧，对那个那个主题啊，各方面都做的还是比较鲜明。在外林看了这么多次展览，然后觉得这一次展览最为丰富，然后种类也很多，感觉仿佛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的大门。我觉得这次的展览非常有新意，也很有创造力，感觉挺不错的。因为是对，因为我们是经管的嘛，然后对这个艺术方面其实了解也不是太深入，但是就是凭借就是直观的感受，就是觉得还挺喜欢的这个整体。我觉得这次展览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些都是学生的作品的话，我觉得学生是很有创意的，而且有一些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也很强。